欢迎收看布基 TV 之义工坊，我是布雷诺。要来带大家做的东西就是这个 Q 版的钢铁人纸模型。如果你的朋友也喜欢钢铁人的话，那我想这会是一个不错的礼物，不仅简单，而且容易做，并且可以传达你的心意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纸模型制作，马克一号。剪好所有的零件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组装咯。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或是订阅本频道。而左边有上一集的影片内容，而我们也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钢铁人纸模型马克一号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可以提供版型给你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 See you!